叮叮，只要减少到 70%， 我比较希望打七姐的时候是这样的设定啊，那现在是打这个家伙。好了，那七神的话我们都一定会稍微看一下。嗯，打手臂，打手臂，打手手，手撕弱点，大家一起打手手。不是，你要打，你要，他等下是打谁？我打大家，那就被他打吧。喂 ，miss 就顺过来揍人，太没水准了吧？别这样啊！哇，好像很勇猛，攻击速度下降。哎呦，给你来个名声。噔噔噔噔噔，一万七，还不错。我们被燃烧了啦，白痴哦！防御一下，等下要被打，烧超痛的。抓技，双臂稍微前倾，抓技，打你腿推。一天到晚射不到哎、欸，那蓝炮兵，气死了！双臂下垂直，双臂左右前屈。对啊，这感觉应该是打脚脚。哎呦呦，打脚脚！又要打弯你吗？虽然想用速度下降啊，不过我们当前要先省气，要被打，要被打。是可以用残月啊，可是 CP 不够，所以就还是先用防御为主。私の番ですね。这姿态，普通，这不是普通吗？双臂下垂，左右手前倾。看不太懂他的这姿态有没有？应该感觉也是打脚啊，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别的。攻击力下降，驱动解除，100%燃烧，说不定可以烧他。哎，有，换我烧你了是不是？所以这是一般状态哦。OK。没事。哎，连续。哦，还好，都是挡住，都是挖你嘛。哎呦，刚好防御下降，有没有？等一下，我们就要 BP 大爆炸了。来，行くぞ！双手下降，这好像要打身体哦，直接揍了啦！哟，大家一起爆发！三只。趁他防御下降，有没有绝对打70%？射屁股，让他屁股疼。最后来一击，倒下吧！没有，还没倒。延迟驱动解除。
给我崩溃吧你！再打一下！哎呦了，气死了，气死！你是不是有点没水准？有了马明就气死了，你不要骗我啊！都乱来啊他！快揍！持续不断的。哎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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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擦擦汗，擦擦汗。什么东西？武器断了，居然塞姆利亚斯制作的武器，哎呦，又满血一波，六六六六六六，哦，再打 30%， 可是这样感觉敌人的攻击有可能下降了，有可能。好，那没有 CP， 还是持续打射身皮，空间消灭，嗯，空间消灭。但是打全体，啊，我也没办法，我也没办法断他技，就用力揍他。天使火焰，不是你的力天使火焰，其实说穿了，刚刚那是飞弹吧？不要以为我不知道，那很明显是飞弹射出来。然后现在好像是要打手臂，打你手肘。攻击力下降，送他一个名声。你是被打的那个，所以我觉得你还是防御吧。打你手中，大家一起上，暴乱连击。又来射屁股，好，自己来了，还蛮单纯的，往上打，再往下，94000，嘿，挡住，什么东西？有至少有一个人挡住，所以至少一个活着，另外两个血很多，应该不会啦。超疼欸，莫名其妙，这家伙真是莫名其妙。嗯，等下打全部哦，还是先神器好了，以防万一嘛，对不对？反正神器用一下就可以补爽爽了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反弹一下，等一下就不怕了，就可以继续攻击。你也是神器一下，有问题，神器就对了。射爆你！飞弹而已啦，看透你啦，反弹回去。又是要飞弹是不是 ？CP 很多，所以我觉得可以用这个，还可以下降他的防御。
哈，有，痛痛的打下去。燃烧一百，红色风暴，哈啦，又打两万，很 OK 很 OK。螺旋机，呵，还行，一万八。还有什么？攻击魔法，好打就对了，对不对？哎呦呦，麻痹到他哎，刚刚。但他好快哦，让他攻击一下，这样也说不定就可以打到 40% 了。赏你名声，很靠近，但应该果然还没有。又飞弹，又飞弹了。为什么机甲兵可以用神器？他说可以就可以。有些事情就是这么的玄。我觉得这时候就持续进攻吧，他的血已经差不多快到了。哎，有提升战其实都不难呐、啊，毕竟又有神器啊，防御啊。对，就只是会花一点时间而已。哦，怎么了？自动刀？哎，有没有前面有剑气？叮！撤！意志之剑、意念之剑，第三波，有意念之剑，那才是最强的，有没有？砍下去，还可以依你想要砍的对象为主，对不对？你砍下去，穿透你，有没有？然后你人都没有事，就衣服被砍不断，有没有？想要砍什么就砍什么。可以可以可以啊！打身体，都是打身体就对了。先打身体补 CP。又是这招，感觉最爱用这招。噗噗噗噗，真的啦，我的举例真的啦，好不好？就是意识有没有？就是你想斩什么就斩什么，这、就是、意识有没有？意念之剑最强了。名声受不了你，又来又来了，瞬移打。身体继续射。哎呦，对，有邪力可以用。换你共鸣射击，每个人都用一波，真是刚刚好，每个都可以看到。哦，这是灵丸吧，散弹灵丸，哇，打十万滴血，好爽啊！继续打。反正砍他就对了。对吧？冥界加农，我是不一样，哇、哦！就是那个会燃烧的，有可能要神器帮大家补补血，每个人都自己补一下自己。等一下打谁？